开在 Hoochie River 下面，叫水坝。这有一个很多高压线，这里正好是Georgia Power 的一个发电站。啊，这是Morgan Fort公园的这个停车场，很小，一下就满了。我刚才在这转了几圈都没有停上，因为今天有很多人来玩水上运动，所以来的也多，来的也多。大概镜头里看不出来吧，水汽倒还是有一点。到码头上来看看，这个人刚好把他的船放下这个轨道，这样就可以下船了。There's always that one. You know it's gonna point, put you over the edge. Like, do I do it or not? I'm always like, slam it, let's go, let's keep on going. Drink 这种站立滑的那种板还挺有难度的，需要人有很强的那个 core muscle， 就是腹部的那些中心核心肌肉才能保持平衡。不过倒是个很好的锻炼项目，什么时候来试一试。顺着这个楼梯再上去看一看，哦，这还有个炉灶，可以在这烧烤，对着湖。天不热的时候坐在这里，挺好的。这个哦，大概是给坐轮椅的人，也可以来荡一荡。这好多摇椅啊，哎。再看看湖的景观，这可能是烧篝火用的。
这个亭子可以烧烤聚会用。这里有一条不长的上山的 hiking trail， 咱们来看看。好，我们现在在这儿。哦，待会儿走爬上山，走到这个停车场那边去。嗯，好，这个路是这样的，有木桩子作为阶梯，但是地上还是泥巴，下过雨就比较泥泞。哇，这是比较窄的地方，不过山上也不晒，树荫底下还是蛮凉快的。拐个弯，这样曲曲弯弯的就爬上来了。这爬的有点高了，可以往下看一看，再看看来的路。好，还要再继续向上，再走走。又拐弯，基本上都是那种之字形的。好的，树倒了，都被锯断。可能每次下雨都有一些老树倒掉，锯断了，免得把路堵上。树林里面偶尔听得到一些鸟叫，还有蝉鸣，正好是在伏天嘛，外面还是挺热的。下面还可以看到那个河，下过雨的时候水面就是比较黄了，没有那么清，泥沙很多。好，现在我们再往下走了，再看到有人牵着狗来遛狗。有的时候这坡还有点陡，然后又给你转个弯，稍微缓一缓它。还蛮大的，倒了，大概是被雷劈过的。那下面一节被锯掉了，看看挺有意思的。下山的时候再拍一个，马上就快走到底下了。在这个租船的旁边有一条 trail， 可以顺着湖边走的。我们来看一看，估计走不到一圈，随便走走吧，到接近湖边的地方去看一看。哦，这个地方走的人少，路就很泥泞了。水面上还可以看得到雾气。
再仔细看一看。很多滑站立板的人刚学的时候得跪着滑，因为他没法站起来，或者一站起来就得落水，保持平衡是很难的，不过练好了就滑得很自在了。小溪汇入这个湖里面，下过雨以后水很多，可以听到这个潺潺的流水声。这桥也就是拿木头稍微垫了一下，这里显得更原始一些，可以听到那划桨的声音，因为我们就顺着湖边在走。也是连根被拔起了，这是它的根，好大啊。然后它向湖的那个方向倒下去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要被砸断了。这个断树倒在这儿，还形成一个小洞一样的，咱们得钻过去了。这个栏先跨过去，然后从这里钻过来。这个断树更震撼。跳出了这么多土，再绕过它，看看它的全貌。一直倒向那边，前面还有路，再走走。刚才是从这个坡下的时候不敢拍，回望一下。好，这边是湖。继续向前，这可能就是地苔藓之类的植物，跟木耳差不多的。还有一段这样的路，下坡这么陡，好，下去再拍回来。看，刚才就是这样下来的，这里的水深很大了。水流多的时候形成个小瀑布，平时雨水少的时候大概是没什么水。垫了个木板，就算是过桥了。好，继续前进，来看看湖吧。快到中午了，水汽还是有一些。有个爸爸带着一个小孩划船过来了，这个地方，这个断树倒下来，把这个路都给挡住了。当然要硬钻，还是走得过去。啊，今天就折返吧，下次再来。好，看看，好，先回。在这开阔处再拍几张。这个站立滑得挺好的，
马上要走出去了，待在这里看看这个码头，这还有些雾气。好，今天就拍到这里吧，欢迎大家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、评论，一键三连。